大家好，我是 Gman。 那今天来为大家示范一键完成编曲教学。那我们利用了 Elastic 这个软体，它里面已经有蛮多做好的那种音色 loop， 那我们可以直接来剪辑来使用，那是在编曲上是蛮方便的。那接下来用一段我在高铁上用手机拍的影片来做示范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了。那这个是属于比较速度感的感觉哈，那画面也是比较明亮。那等一下我们就用 Elastic 来选一些音色来使用。那这次我选择了 Demo Summer 2014这个音色库啊，它里面有一个 Chance 的音色。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它 Full Mix。那第一个选项都 Full Mix。那下面会有它拆开的音色，我们听一下。啊，也有鼓组的，完整鼓组，啊，大鼓、小鼓、Hi-Hat， 啊，也有 Bass， 那一些合成器我们都可以来使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 MIDI 音色输入的方式。那我们先打开我们的 MIDI 轨录音键，那先选取第二个音色，那把它拉到下面的键盘这个地方，下面有个键盘的框框，那用滑鼠直接点就会出现音色，那也会对应到你的 MIDI 主控键盘。那其实用画的也蛮方便的，那我们都用画来示范了。好，我们先找 MIDI 输入的位置哈。那我们先画八小节。好，来看一下它这个界面，这另外的界面，它会绕一圈，绕一圈刚好是八小节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些选项 ，pitch 啊 ，volume 可以调整。好，好像多了。好，我们再调整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编辑页面呢，我们直接再用苹果键加 D， 把它复制，再复制一个八小节。然后第二段的话，我们再选取另外一个音色哈，啊，选这个小鼓哈，啊，一样把它拉到下面的键盘位置，然后直接再复制一个上去，好，这样子第二段就比较有层次一点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加音色上去，我们再加一个 ride， 好，一样。拉到我们下面这个键盘这个地方，那 MIDI 的话，我们也再复制一轨，那四小节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听一看。好，我们这 Red 啊蛮小的，听不太大，加一点点音量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过门，找一个过门来看下面的。哦，这个蛮爽的啊。好，一样拉到下面。好，原本再复制一轨。好，找一下位置。好，听一看。好，位置好像不太对，好，再往后移一点。它这个播放啊，一定要从完成的小节，最好是从它最头开始播，不然会乱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个 Full Mix， 好，最上面这个，哦，这听起来就很爽了。好，我们一样再复制一轨。好，音量大声一点。
好听看。好，我们再复制八小节。那接着我们再找一个音色加进来好了，加在这个第二段，好，加这个 hi hat 好了，好，一样拉到下面这个位置，好，然后再复制一个，好，听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尾巴，我们再直接加一个过门，啊，直接从前面 copy 过来，啊，对一下位置。接下来我们来做最后这个结尾的部分呢，啊，那我们直接从前面再拉过来 copy 一个。好，我们再加一个合成器好了，好，找一下，好，好，这个好像不错，哦，一样拉到下面来，好，再复制一个，调整一下音量，好，听看。哦，好像不用那么长了，哦，把它缩成两小节就好了，两小节就取它最前面的部分了。好，这样子结尾好像有点突兀啊，我们再加一些音色让它顺一点啊。好，我们选好了，一样拉下来，好，就选这两个，好，一样再复制轨道，好，调一下位置，好，听看。整一下 balance， 好，听看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利用十分钟的时间呢，来制作一个简单的配乐编曲啊。那我们现在搭上影片，来一起来看一下，跟搭上影片的感觉是如何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键完成编曲教学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或加我 FB， 如果想学编曲的朋友欢迎跟我联络，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